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一个物体啊哈，由静止做等加速度前进啊，其三分之一层哦，就是全程的三分之一，和后三分之一层，就是后面的三分之一哦。我假设全程哈是三 s 的，把它分割成三等份。好，那么它的时间的比啊，就是这一段时间哈比上这段时间，我现在算什么呢？算 t 1啊，除上的话，除上这段时间 t 3哈，减掉呢 t 2要算这个了，哦，就是说前三分之一时间除上呢比上哦，后三分之一时间它的比是多少？好，啊，现在怎么做啊？我现在假设哦，它加速度是 a 啊，那我用那个等加速度运动 s 啊哈，就等于多少呢？二分之一 a t 1的平方啊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三 s。哦，三 s 哈，三 s 的话呢，等于多少呢？二分之一 a t， 整个时间是 t 3的 ，t 3的平方啊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一段呢是二 s， 二 s 哈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这个是二分之一 a t 2的平方啊。好，那我现在把 T1 T2 T3 找出来。好，现在的话哈 ，T1 的话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是 2S 除以 A 开根号。那 T2 呢？哦 ，T3 呢是多少哈？乘过去嘛哈，就那个 A 分之多少呢？六啊，六 S。然后给它开根号，开根号，然后这里的话哈，这里t two 哈是等于多少呢？那个乘过去4 s， 然后除以 a 开根号，好，那我这个把它一减，哦 t 三减 t 二，哦 t 三了哈，减 t 二，等于多少呢？我这个根号 a 分之 s 哈可以抽出来。S 除以 A 可以抽出来，啊，这个就是六除以四，就是三除以二。好，那我现在算什么？算这个比这个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哈，根号 A 分之 S 呢可以约掉，所以就变成根号二哈，啊，乘以多少？乘以呢这个导数了，因为它相除，乘以这个导数。根号三分之多少呢？根号二，所以呢，这个等于多少？等于二比根号三，所以呢，这个应该是二比根号三。嗯，我看哈，三分之一后三分之一，嗯，这个哪里用错了？这个二分之一 AT1 平方哈，六，这里算错了，这个多少呢？这个应该是根号六哈，减掉根号四，哦，不是用除的，因为它是相减的。我把那个根号哈 ，s 除以 a 把它抽出来，是根号六减根号四，应该这样才对。所以你这样一比的话，是多少？是那个，哎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等于那个根号二哈，啊，比上多少？根号六减掉根号四，根号六减掉根号四。好，那我上下除以根号二，这是三，这是二，所以是等于一除以根号三减根号二。我刚才有理化，上下乘以根号二
根号三加根号二，就根号三加根号二，啊，这乘以根号三加根号二就是一啊，我根号三平方乘根号二平方嘛，一，所以这是等于呢根号三加根号二比一啊，所以呢这个是答案。